这个六月二日迄天，上早会当看到日全食的地点是伫个外岛金门，有真侪专业的观测的设备，拢已经跨海先运到金门了。要看这个天狗食日，金门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大世纪专业的吊件为台湾本岛运到金门，天文台嘛伫最后做调整、重兵部署，因为咱已经的日全食的奇景，六月二下晡2:44，全台湾是金门上早看到。这个是一种太阳滤镜可以减光的，这样安全。光芒万丈的日头慢慢变成一个手指形，未输是信守对民众的约定。全台湾二日这一天，伫宽视台关系，为金门、澎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莲、台东拢看得到。其他关系嘛会使看到日偏食。除了专业的观测活动，花莲贸易者搭配关日的主题，做出特色的点心。因为我经过湖泊，从湖泊边倒映看到太阳的那个形状，然后把太阳的形状做成甜点这样。南在地马狗，也就是山胡椒做成苹果花雕的马狗塔，充满缤纷的水果香。毛饼店将这个饼做成五角形的星，也一挂糖粉好食，够浪漫。业者是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要来抢这波关键的商机。